坐下来用用看。Welcome to Disruption Logistics, your number one armament redistribution resource, and surprisingly usable for a state-funded web commission. You've got everything you need here to track your resource, staff, and performance levels at your facility. You want to get moving, though, you'll need to start with some setup work. 好，准备来玩玩看吗？There's a dune loader carrying the requisite supplies and ammunition. Pick it up and bring it to the bunker, and we can get the lab operational. Oh, 一开始就这样啊，好好好好突然的感觉啊。我当然是开跑车去，应该是会比较快。不晓得行动作战中心的使用价值如何，那要比快可能就不是很快，多坚固不知道有多坚固。真的觉得越看越这一台越像650S，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私心。原物料没有任何抵抗，哎，这么安全吗？拜托不要炸我！难到了，难到了。公开啦 ！Oh no！ 有人在炸呼！不算太远，如果不是九头蛇的话，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抓到我。越野游侠，之前好像都没有注意过这台车，还是这是新车啊？到了，
生产区，我的员工会在这里组装武器跟弹药。装箱放进去变原物料，生产终止，有点类似摩托邦的玩法，要原物料。感觉好像很好玩欸，比起摩托邦这个很吸引我。摩托邦的题材我还好，这个。Package received. The team are going to work. OK， 所以他们开始工作，那我就也不用怎么样嘛，我就去偷心的吗？我可以偷心的吗？看看电脑那边怎么讲好了。Okay, setup's complete. You can get started. You'll be resupplying the lab so they can research new weapon technologies or manufacture arms for you to sell. Full disclosure, this is kind of a gray area legally and a red flag to bad actors, so expect attention. Make sure you can handle it and utilize security upgrades as they prove necessary. Your goal, as well as ours, is making this a profitable business. How? Huh?那有什么升级？会增加速度，增加速度。哦，敌人还会偷窃，这么过分。Take a look at the staff management page to assign your technicians to research or manufacture. If you use your supplies for research, you'll gain access to unique modifications for your vehicles and weapons.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can be tracked on the research page along with the records of all the schematics you've developed. 那我希望你们先去研究啊，我想要先取得就是比较好的装备之类的。检视解锁项目，我都没有已经解锁的，好多好酷的东西哦。啊，所以是解锁之后，我就可以把我的载具，就是新买的载具，放进到那个基地去做改装，就可以有很多这些东西，感觉好棒哦！可以付费直接那个，可是我有什么能够有生意的吗？哦，要等货物。那如果简单不想要偷的，就是用买的。他直接送来，就是不想玩那些任务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这样子赚钱。但是他制造要时间，我觉得这样算不错啊。人不在，应该也会制造吧？我不知道。我原物量还这么多，我现在再去偷能够偷到什么吗？我偷偷看好了。要啊，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看看找一些人之后再来，像之前进出口大亨那样一起玩。Our readings indicate a large stockpile of weapons on a cargo ship on Elysian Island. You'll encounter foreign agents, so you might want to go quietly. But anything you find is yours. 破船啊！我要怎么过去呢？悄悄的进去，悄悄的出来，我觉得好难哦。对啊，我觉得好难哦，不能硬打吗？
我都没有带有灭音器的枪哎、欸。啊，有有有，就这个吧。也还好啦，死了其实。没中。没中。还会躲哎、欸，好不烦啊！怎么这么会躲？好啊。硬拼吧！准备受死吧！碎脸！喷倒了。他们都是讲中文的。准备你死吧！哪有要让我死那么容易？好，我可以开始搜寻了。哪里有原物料呢？从何找起、啊？这个要从何找起啊？哦，找到了。
它还要再往上。有了有了，信号公开倒数。哦不不不！别摔死啊！好，这个 CEO 载具目前无法使用，真假？我一定要开车哦。Why？ 啊！我只是想要直升机啊！我现在在自己的车附近就没有办法。哎，可以了，可以了。哦，没有，他停在对面。敌人来了，敌人来了！让开，让开！撞到不负责。哎哎哎！好好好！别打，别打！哎呦！好凶，好凶！我希望你们去死！啊，不管，拿了就跑，拿了就跑，直升机快！飞起来！哎！啊！哪有这种事情？我只想要坐个直升机都坐不了。希望不要有人来炸我。让我安全返回吧。撑着点，求你了！
再撑一下，再撑一下。怎么？我觉得要不行了，破枪破枪破枪！好，没有办法这个，但是我应该可以叫车。这个好了，跳台魔宝，来了来了，这个应该够快，希望不要来不及。前面有个玩家，怎么前面有玩家？快哦！哇，好多人在开飞机送货呢。我觉得我开跳台魔宝是对的，不怕撞车。好用，啊，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太好了，蛮惊险的，玩的蛮惊险的。把原物料补满，哎，他车子会停进来哎，所以他是有一格可以停车的，这样还蛮好的啊，不用每次运完都还要再跑出去。
开始有人工在工作了。研究，哦，可以加速研究。我觉得我不急啦，不要加速。大概今天就这样子吧，觉得体验这样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叫什么啊？军火走私吗？忘记名字了。我们今天的对军火走私更新体验就到这边结束啊。未来这些车子我现在没有办法立刻买，就是未来这些车子我应该也会来想办法把它买一买。像这个机车啊，我就还蛮爱的，还有这防空拖车，我看那个影片也是看得很喜欢，还有 APC。上一次的其实我也没有全部买，想要的都买到，像这个眼泥膏啊就没有买。我太穷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这个军火走私更新的体验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收看，拜拜。